又落雨啦，仲要咁大雨添，听日系咪会好翻天呢？系咪真系希望在明天呢？我啊唔敢咁乐观啦。事关咧呢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简称 IMD 咧，就出咗最新嘅全球不同地方嘅竞争力排名，香港十年以来咧第一次三甲不入，咁啊排第四。美国排第一，瑞士排第二，新加坡升咗两名，排第三。香港仲會繼續上落去嘅，事關我哋係人都知咧，香港而家各行各業咧都似乎係用錯力，自設枷鎖，自己設規範，等自己向唔到前行。咁啊，企即係立法會旁邊咧，呢種咁嘅低氣壓咧，感受好深嘅。可以點做呢？同大家推介一下咧，一位叫做 Richard Florida 嘅教授咧，佢提出咗呢一個創造力或者創意三 T 嘅概念。想中呢條三 T 咧，就要知呢三個 T 分別代表啲乜啦。第一個 T 咧就係 technology 科技，我哋嘅科技夠唔夠呢？特別係我哋究竟用科技嚟消費，定係用科技嚟令到香港成個城市可以多啲不同嘅發展，用科技嚟創業呢？就算用科技嚟消費嘅話，會唔會淨係局限於年輕人呢？會唔會淨係局限於 OL 呢？我哋能唔能夠令到中年人同埋長者都用多啲科技去催谷所謂銀髮族嘅消費呢？嗱，呢個係第一 T。第二 T 係咩呢？第二 T 咧就係 talent， 亦即係人才。我哋嘅人才仲肯唔肯嚟香港呢？定係去曬上海、北京、新加坡啊？如果佢哋肯嚟，我哋香港嘅專業人士又肯唔肯受佢哋玩呢？咁就真係要問下香港嗰班醫生啊、律師啊、建築師啊、工程師啊，因為似乎佢哋對於世界各地嘅人才嚟香港工作咧，都幾抗拒嘅。你唔肯親人哋玩，又點樣可以攞到全世界最叻最勁嘅人嚟香港同你一齊合作一齊發展啊？咁要做到呢一點呢，就要睇第三個 T 啦。第三個 T 呢就係 tolerance， 亦即係呢可以接納到試新嘢、接納到其他人、接納到唔同種族、接納到唔同嘅想法嘅人呢同你一齊合作。咁所以 tolerance 呢有另外一個字就係包容。咁所以就算你唔係好鍾意蘇錦良局長都好，其實佢講包容嘅時候，可能的而且確同商務及經濟發展係好有關係，真係同我哋競爭力有關嘅。即管諗下呢三個 T 啊 ：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